大语讲新闻，世界大事事拢不交完。讲新闻，绕大语国内外大事事咱开头来讲起。讲落下礼拜一著是加跌，在二十四节气排第三。刚才人讲正为雷，一有二月春一直到加跌，变做鸟仔拍实。要是讲为加跌开始变做好天，抑毋过毛讲雷等加跌百日无开天，有需要个讲到乌水后等雷未加跌。 雾阴十九日，一个讲到今日下百日雨，遮意思拢是讲为雨水一直到今日这段时间。若是有单位讲代表天气无稳定，煞来一段时间拢会成做雾阴天或者是多雨天。天有代气讲新闻，咱诶时间交主播黄、嗯、秀文。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老大义讲新闻》。我陈秀文，今嘛时间过啊，真紧，已经到三个啊。今天里要甲大家讲解的，就是一档内底第三个节气，叫做“家丁”。家丁的差不多时间在农历三月五号到三月七号迄个头，加时阵是拍车艺术，得就是动物的過一过冬的时阵。某一挂俗语甲家丁有关系，亲像这句是。 卖接地单雷的四十九里后，意思就是若是价地真正落降类的话，表示今年的雨水会较侪，可能刷落来呢。济浙江那是落雨天，有只句是价地温雷秘数雷，伫价接即浙若是单雷，表示即块是钓的是无毋钓的风调雨顺，七甲会丰收，继续卖较。 加上，个也是即久，结顶叫我曝气，意思是结顶了后气温会较温暖啦。即时阵呢，毋那是通沱啊，然彈彈为土内面出来活动，鸟仔、嗯、嘛开始飞出来要拍猎。再来结顶即嘛有一寡禁忌，带大家来参考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伫即讲想好是莫结婚，因为若是听到雷公来等雷，表示是歹吉条。 精灵有可能会叫雷公来跳山，上好嘛，慢慢去山区，因为即马咧，蠓仔佮虫拖开始出现啊。上好，莫去山区袂叫定着，还是加着，慢慢去单搬，还是签约。意思是即马咧，少年会较济，恐惊咧，会有损失，还是有关心。莫莫用手来劈天顶，因为你惊会无礼貌，惊雷公会生气。伫个坚定即间即根呢毛一寡。 风俗，带大家来参考一下。亲像即个是“食梨仔。食梨仔呢，因为“梨仔的“来”跟“离开”的“离”，即两个字是江音，所以有人会认为讲“食梨仔就会使学唐突安尼离咁远。远远，嘛有人会去祭拜白虎将军，因为也希望白虎将军会使保庇，或者随运甲赶走。佮有人会食毛豆，毛豆的外形看起来有薄仔像唐突，所以呢，有人食毛。 刀还是叉毛刀，意思呢？就是希望这糖拖都会使刮走。意思就是今仔日的老大伊公司问我情绪不，今麦时间交兴我一定